心莲，你哪会来？我才外国的人，三姐妹甲比利来，好不好？唔免麻烦啦，我会讲了就会离开。啊，还是至少，咱饮一杯茶，来坐啦。今日我会来吼，就想要甲你讲股票分配的代志，拢是恁阿母决定的，你莫去烦燕婷，叫伊甲股票卖互你，嘛莫创空燕婷。燕婷是我的后生呢。 我哪有可能去恨阿姨啊？啊，这个电脑是燕婷给我设计的，我的心哦，到今嘛，搁伫咧疼的。我的心是失去股票，所以心咧疼吧。燕婷自细汉到大汉，我开向你做些心思，甲伊栽培，即个伊自家，我为着要分给了刘兆出来啊，我做遐尼大的疑心，拢是为着伊呢？哼，啊，煞尾哦，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！ 若不是你先去了着迄个心肝遐尔恶毒的查某，一定敢会去坐监。真正牺牲的人是恁囝。心莲，我嘛已经讲过啊，我真正知影是我做唔对代志啊，所以我嘛一定要想办法，啊想要你无你甲燕婷啊。啊，讲过啊，这股票对我来讲是黄金上紧的办法。你敢有看到咱国个银行部门上？ 佮我斗相共一届，好。天祥集团股票的代志，拢是阿母来处理的，佮我无关系。那你至少有甲咱甲我讲，我目前嘛是住伫啊，倒一间养老院，我等看伊啊。那是你母仔囝的代志，我无法度插手。心莲，我相信你绝对毋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诶。对你应该无需要无情无义吧。 虽然啊，咱阁无结婚啊，啊，不过我至少是燕婷的爸爸，你应该嘛不计嘛看到家己后生有一个凄惨落魄，啊，互人看无老爸啊，啊！不管你是过了摇摆钱，还是凄惨落魄，迄拢是你的人生，甲燕婷无关系。你到底爱我变安怎做？你只要愿意原谅我，啊！你毋免想原谅这件代志，因为迄是无可能会发生的。 我唔管你甲张淑媛是要继续做偌济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迄落甲阮无关系。我干呐希望，恁离我甲燕婷较远的，来叫咱我的生活，就安尼。王新莲，你搁在遮想要创啥？想要贪污无地，又怪我红色心嘛？嘿，你真正是一个好人，也唔知计较查某人诶！想要伫中山办公室做啥物不三不四的代志哈？ 真正是下世下，一个查某，真正是。所以，张淑薇，啊，你拄则讲到遐尔济，是毋是总算是知影你是一个活到煞的查某啊？你莫甲所有人想要甲你共款。当然是无可能甲你共款，因为我即摆更是正正当当的苦太太。啊，你咧，你都只是一个互情红放散，所以一定唔甘话，一直倒来高高地护你只。 我跟你讲，你莫想要甲中信手走，嘛莫想要为中信遮吼，甲啥物好处提走。想要甲我分手当做宝贝，迄是你的代志。哦，我今仔一定互你后悔，抓着我，我跟你讲，你真个。好啦，张淑英，较早我的吞论，我代表我今仔日哦，为即摆开始，我会甲你对我做的代志一条一条拖到倒来。你这个小查某！ 真正是想卡着你上落水呢，阿不使做卖成律师，后生好掠入去关，连家己的老爸都互你克死。你搁后壁过来，切我脸，我想要受委啊！我跟你讲，好啦，别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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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好啦，张淑薇，你竟然敢拍我！来啦，死啊你！水，燕婷，燕婷，你去救你的家。 我跟你讲啦，我有一间教你的愿望，我跟你拍死啊！听着无？听着无？你的情妇交你的后生是安尼欺负我呀？雪玲，你真想要搁互人去看是吗？好，你即马就甲我拍死，然后我就去验伤你报警，互你搁连去看啊！好啊，我跟你拍啊！好啊，来啊！好啊，来啊！来，你好不？你莫紧紧来计较啦，拜托啦！是，我无需要，我无咧稀罕啦！听着无？听着无？人我讲无稀罕啦，我即马就敲电话报警。好啊。 你卡、啊，你要到时跟我手头吼，无迄种会当互你掠入去管的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我有啥物甲你讲？我即摆吼无较差戆啊啦。许燕婷，
卖俩尊光，你鬼叫会当骗鬼我？想要跟我双修无数，当天混来混来才过来啊！好啊，无咱就来试看卖啊！好啊，试看卖啊！不过我跟你讲哦，在我好乖正经吼，你就会好乖落转去，好内底安尼去安尼照顾照顾。你给我点去啊！我是讲老实话啊，安怎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坐。妈咪啊，刚刚我你要放开这个查某。燕婷，刚刚你搁想要放关爷内面，咱怎么可能直接跟伊相拍？知影惊就好啊！我是来惊啥？张淑丽，我让你搞！来啊！来参见小狗！哎，我是连公像小狗！你啊！怎么当像小狗？我卖手机啊！什么卖手机？我问你，我是来今仔来到底想要创啥？你想来去跟伊搞搞定啊？你来这就是要甲我讲啊，高分的代志啊！啊，今麦高分就落在燕婷的手头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要哪把这高分拢摕倒转来。我唔是已经讲过啊！天星集团给你看，我一定会替你提到手。你想哪都这么相信我？还是讲你都只是提这股份做借口？你其实都是无法度把黄先生放袂记对不？是好我，我真是无希望啦！啊，什么代志都靠你啊！我是惊你的压力上大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我嘛是爱有一块长长啊！我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代志，还是你想要找什么人，嘿拢会用的。啊，不过。我就是不准你再去找王先生听着。那是搁让我发现你甲因还搁有往来，那恁唔那是你好心，连你我嘛会让恁做伙抓入去关啊！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，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。吹迷离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的娘。